好，时间超过两分钟了，输得很难看。这个在棒球术语叫什么？搏斗。搏斗有没有？来跟他呛呛一下，一二三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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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这一次宜兰玩很大，就是我们的三星冲冲冲，怎么冲冲冲呢？来，每一关赢家会有30秒的打气时间，最终的气球的气越多的人越有机会赢得胜利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两天的过程当中，你们都要顾好你自己的球。哦，球要带着，对，顾好，要跟通气筒一起带，三十秒自己顾好你，所以你们的分数就是冲在里面的空气就对了。好不好？我想你们队长累成这样了。好，哪一位？我看若彤是不是壮丁了？若彤来，来，怎么那么累啊？等一下，加油！两位手放，放放吗？一起，手放，手放。赶快到30秒，甩头发，Heavy Metal 啊！继续，加油！加呀！加油！我看你的力量，看你的力量，继续，加油！加油！顾好哦，会漏气吗？来夹子，把那个夹子。阿内阿内，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帮忙。好，我不能帮忙。好，自己收。好，我不能帮忙。这突然间又要顾好这个东西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爸，我觉得蛮今天要顾好他。对。但很少第一关。就搞到队长已经没力了。天哪！我今天要带着他出门，顾好你们的球，被对方顾好。对啊。包括被对方会把他弄破吗？会吗？哎，他们可以把他弄破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因为我相信在你身上有的是运气，实力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就他有实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事。我跟你讲，可是我刚刚有发现他们刚刚那灌气那个有错误。就他那个冲锋那样哒哒，不然小小力的哒，要到底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下就到底。你要有点压力让他进去，就是啊，慢，或可能会慢一点，可是你不在乎，你要啊，我撕，真的，扎实，好，确实的，对，压下去，压到底。那我们要来加油一下，怎么弄？怎么加油？加油一下，怎么弄？怎么加油？后配还是护踏？好，很用力的。互压，随便，好，叫互压，好，一二三，叫互压。